Hello， 大家好，在去年广州车展上我开了一场直播，然后呢在逛新能源展馆，很多人就问我那辆车到底来没来，是吧？那辆车当时去了，但是没参展，今天它终于来了。这是谁呢？看前脸你们可能看不出来吧，猜一下 L7 L8 L9。 那答案肯定揭晓了啊，广州车展没去的众望所归但是让大家失望的车，今天它来了，它就是我们的理想 L7。今天我要开着理想 L7 完成三项大挑战，不过在三项大挑战之前啊，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它的静态。其实看前脸啊，可以看出来它和 L8 之间没有任何区别，对吧？车宽都没变，然后呢，上边的那个激光雷达也是在的啊，毫无疑问这是一个 Max 版本。车高等等的也是没有什么太大变化，那变化在哪儿呢？来，跟我来往后啊，轮圈21寸的也没什么太大变化，到这儿来你可以看到了啊。哎，后三角窗变小了，然后整个尾部呢要比 L8 短了30厘米啊，这个定位是一个大五座车型，是吧？整体的变化就在后边，我也不给大家多讲了，也是理想的家族化设计，保持着一定的克制的啊，还算是比较完美的，又融入了一点豪华与科技感的外观设计。理想二排的座椅啊，这个电调座椅给它往前放，后边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平面等等的，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。然后其他的呢，哎，也还是设计方面还是和理想 L8 基本上是一致的。然后还有一点啊，就是像 L8 L9 后排的空调出风口啊是在上边的，哎，是对着头吹的，那个大 SUV 基本上都是这么设计的。然后这个车呢没那么大空间，所以说在二排，在 B 柱还有中间还有脚下给你设计了几个出风口，然后呢这几个出风口啊，这个风量也是经过这种优化设计的啊，不会说是因为后边出风口风很小然后后边很热或者很冷，不会有这种情况的发生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动态部分的讲解。动态部分分为三个部分，一个是道路驾驶，主要体验的是它的 AD Max，还有一个就是越野啊，这个是真的是不容易，开电驱去越野，真越野。然后再一个就是动态的操稳，还有它的悬挂系统的一个测试。动态分三个部分，首先咱们来说它的 AD Max。首先它的 AD Max 啊，跟别人不一样的是什么呢？别人在 NOA 或者说是这种高阶的领航辅助驾驶的时候呢，
哎，更多的是基于这个高精地图。但是呢，理想 L7 它的 AD Max 是不同的啊，它是更多的是基于视觉啊，基于视觉来搞定这些事儿了。这个呢，就会避免很多这种高精地图啊，因为这个地图突然间没有了，或者说是断路施工等等的这些啊问题，来触发的一些危险的情况，这个是可以避免的。然后再一个呢，就是高德地图会实时推送这个，比如说施工信息啊、事故信息等等的啊。这个时候呢，它的这个啊高阶的领航辅助驾驶也可以感知到，然后提前做出一个准备。这个是它与其他这种高阶的领航辅助最大的不同的一点啊，这个是值得表扬的。然后另外一个呢，就是最新的 AD Max， 它是基于这种用户的深度的场景，哎，来进行一个优化的。比如说我现在在北京的 G6 上啊，因为 G6 是中国最难跑的一条魔鬼的高速公路，事故率非常高，然后因为是什么呢，下坡然后弯道曲率很大，然后所以说对于这种一些大货车乃至于这个小客车都是一个难题啊，所以说领航辅助基本上是非常难做到的啊，所以说是吧，这个理想 L7 的 AD Max 可以做到，这个是相当不容易的。然后就是你看我在讲解的时候，它不停的在自动变道啊，来进行一个自动超车等等的一些，然后你看我就是很轻松自然的在这跟大家聊天，而且呢车的动作就是和我自己开的是一模一样的，所以说哎，这个整个系统啊还是相当靠谱的。然后另外呢，就是在高速上的这个 NVH 表现了，反正我个人认为一直都是在这种六七十的时速下跑，而且 G6 的这个路啊沥青这么多年了也不是很好，然后反正胎噪和风噪抑制的都是相当不错啊，我个人还是挺满意的。
据说到年底就可以支持这种城市的啊领航辅助驾驶，这个就相当厉害了，对不对？不过呢，这辆车你问我有什么缺点呢？我想说的是，作为 L7 啊，相对于 L8 来说是更小了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我觉得它在动态上，尤其是操稳性能上的标定啊，可以说是，调教的更加灵动，更加灵活一些。现在这个车开起来实际上是和 L8 差不多的。其他的，如果说你问我，哎，这辆车还有什么缺点吗？啊，我就想说，我觉得这个棕色版内饰啊，还是这个颜色重新再调一调啊。我个人认为，就是我个人看不上啊，我更喜欢那个米色、白色那个内饰，我觉得那个会更好。其他的对我来讲，如果说你想买一个大五座的 SUV 的话，这个 L7 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的节目啊，有机会啊，咱们再把 L7 借来做更多好玩的测试。那今天就先这样了啊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